四十有 debt， 一门票哇！哎，去买呀！啥地方没有门票啦？这个一门票是明我为年轻，老师快让你出台，老师快让你害怕，一进步六万过两个牛。机器飞飞哇！阿东呢？今个你讲闲话，哎，都没拿飞。我飞不能开好吧？你回去帮他拉系统啊！拉系统么？拉系统嘞？那么你身上进去上，来个最高就打清上，那个他的龙卷风也比大夫在。娘去！我奶奶看了这个拉系统上，想在那逃避，哎呦！你到底对人真的懂呀？到富士山无人机个地方啊？晓得了，谢谢。那心血来了，想吃瓜蛋干，这个鱼卖命干。我出来，你弄一套打好，去搞爬山考他。咋的你呢？就没人玩了呀。那我带辰光唱好，爷爷领侬呢做得起。回到领你讲讲，一年侬娃娃水海。搿个娃娃勿得讲好吧？搿地方上岗啊，娘哎，娃娃，娃娃还晚了。要三五年级，我高中三年级。对。你讲吧。但是我今年回来听我个，当你打个灯。好好好。当个人好吧？那还多多少人？是他们侬跟了我跑呀？我怎么跟侬跑呀？你怎么跟我摆在楼道前？我屋里还有个奶奶嘞。解决台，统统解决台。你完成中饭，你现在马上寻个地方去坐哎。吃中饭，吃中饭。我地理学得好得不得了，侬应该相信了吧？你就会当我该中山的白面人称个。你得晓得什么？我不晓得。你俩跑台不开中啊？不跑台。所以讲侬晓得，阿拉晓得了。我们嘞，扬州一个城少年山的，晓得吧？不晓得。哎呦，好啊！啊，又是个呀！苏州城市，你到哪里去看的？啊，你那个辰光像争波中女，老家第一罗丹，那么三个样子，手到这个手了，浪漫一下。哪能浪漫呢？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，是不是？讲出来自己发浪漫。我今朝一天好不要起来了，因为我这肚皮上不会饿啊。只有你中晚上吃的呀，一顿中饭，你想想一毛蛋。阿是看，我讲我也吃讲，啊，我也开汽车了，我叫舒服得了。本来今天中两三吃五鲜，我那个，哎，是他自个又不来。你大吃大喝了。啊，不是个，再放两张鱼粉鱼子。鲜么是鲜，我屋市里侪是人工鲜，不来鲜我也靠鲜不得。搿点云鳌鱼噻，中国的经济中心侪从北面的向南面移，移到扬州，再移到苏州，再移到上海。不过移到上海是城市的，你非以为是个上海一直比苏州好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上海呢，这个辰光呢是海滩，我呢北川这个地方呢在海里向啊，你晓得吗？那是在海里向。蛮荒之地，鸟不拉屎，野蛮人呀，野人。